你俩这没事了？你妈来了，在会议室。完了完了，这催婚催公司来了，这是催婚？我妈天天打电话求我找对象，我都不接了，这不找公司来了吗？你直接说你有女朋友不就行了？我哪女朋友啊？我可以假装你女朋友啊。你啊？我也可以啊，我特别擅长演女朋友。不，你还擅长这个呢？我也行啊，还是我来吧，我平时在家就找个喜欢我比较合适。我来吧，过年的时候我帮我朋友演女朋友，她今天可高兴了。关键是你妈喜欢什么类型的，她得满意。这玩意儿还有争的呢？什么类型？我演，我演，我来。别说，还真挺难选。老板来了，行，拿着出去了。来，好好。老板，你俩聊啥了？你要是缺女朋友，我可以帮你顶一下。啥情况？妈，你怎么来公司了？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能不来公司看看吗？我能出啥事儿啊？还不是你老催我天天找对象，天天催。你都快30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行行，又来。我有女朋友了。什么时候有的？昨天。哪儿呢？我看看。我同事。安妮给您水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我是小琪女朋友。啊，你是他女朋友？对，我们刚在一起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咋样，喜欢吗？这大高个真好，咋看上我儿子的？不是，咋跟我儿子认识的？我都说了是同事啊，肯定是工作认识的。这大姑娘真好。这下放心了吧，你回家吧，改天我带她去看你。你先撤。那阿姨，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好好。哎呦，我这嘴都咧到后脑勺了。行了，走了，你也该走了。周末得回家啊。妈，你疯了？我再处两天，我怎么往家带啊？妈帮你培养培养感情。阿姨好。嗯，这是啊，我是小新女朋友。嘘，不是，她是那个我女性朋友。不是，你们在外面没对好，小丑掩护我撞角色了。你先出去。那个，这是我最好朋友，知道你来打个招呼。行，你还忙着呢吗？你赶紧先回去工作吧。儿子，啊，别学你爸，我跟你爸咋离婚的，你知道？我妈，你说啥呢？赶快处理，别留后患。哎呀，你赶紧先回家吧。阿姨好。啊，这又是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哎呀，你干啥呢？别给人捂缺氧了。行了，阿姨知道了，这大姑娘真漂亮。行行，妈妈，我送你。妈觉得还是最后一个好。你还选上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别聊太多，一个就够了。你能不能赶紧回家？哎，阿姨要走了。啊，对，我送我妈下楼。今晚上一起吃个饭呗，阿姨。行啊，这是你老板呀，这么年轻。离过婚。离婚咋了？你妈不我也离过婚吗？我赶紧走了，拜拜啊，老板。阿姨再见。别看了，别看了。日出之后开日落，看到天黑看银河。看沙漠的骆驼，海上的鱼。